潮人潮塞爆马路，空空大推车进，装好装满出。上班日美式卖场一开门，民众挤爆，说没有，然后说要今天一大早来买，所以我们就只好今天一大早来买啦。您今天几点钟就过来了？十点吧。饼干类吧，饼干啊，吃的啊，很多啊，很多啊，就用抢的。想说一次买足好了，就一次做好准备。对，怕这个疫情的关系啊。是有一点担心。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人数飙升百例，民众就怕跟国外一样买不到民生用品。从18号晚间开始，一波波抢购潮。不要买小的卫生纸。进到卖场第一站就是卫生纸，补货再补货，要买的人甚至还得排队，一人限购一包。太瞎了。大呼太晚了，买不到，但也才早上9点半，冰箱空荡荡，鸡胸肉、鸡腿肉已经卖光光，牛肉以及猪排骨剩下不多，看到赶快拿。卖完了，整个货架都被清空，工作人员赶快来补货。泡面也是热销品，每部推车必买卫生纸，另外像是米、泡面、干粮、冷冻肉品，几乎一开门就没货了。民众就怕缺货掀起抢购潮，但还是呼吁目前所有民生用品原物料都足够，不要盲目囤货，做好防疫才是最重要。三立新闻王传雷提醒台报道。